王大哥，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好，佐藤的身世除了他的父母陆次长，只有你我月灵玫瑰知道。我希望这件事情半点风声也不要传出去。毛豆，你还没有跟别人提过吧？没有。好，月灵你呢？王大哥，你应该信得过我，不是那种嚼舌根的人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王大哥，您半夜里来就为这档事儿？这档事儿比什么都重要。佐藤的身世是个大秘密，在目前只有我们知道，只有我们能掌握这个秘密，好好运用佐藤，对于我们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王大哥，难道你想策反佐藤？策反是太难了，不过希望能够做到。他对我们是助力而不是阻力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王大哥，有件事外面传说纷纷，我一直想请教你。什么事？听说佐藤英夫还有宫本宁子就快定亲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佐藤夫人的确想跟宫本世家结为亲家，不过现在大概不太可能。为什么？道理很简单，佐藤已经明白自己的身世，按照传统的说法，他应该算是中国人，就算佐藤夫人一厢情愿，佐藤也未必会答应，何况中间还夹着一个玫瑰。有理，我倒赞成啊，佐藤英夫娶的是玫瑰。感情的事谁也不能预料，我们大家都疼爱玫瑰，都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归宿。不过他是否能够嫁给佐藤，那就要看他的命运和他的造化。真奇怪，去办公室找他也不在，夫人又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家里难道发生什么事？没有事的，只是心情不好，说是去办点私事再去上班。心情不好是因为向宫本家提亲之事？当然不是。如果是为宁子，宁子不希望有任何不愉快让英夫兄烦恼。不会的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宁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这点自尊请夫人谅解。你也这么倔强，真是叫我为难了。夫人无需再为难，提亲的事请到此为止吧。你的意思是要英夫亲口答应才算做决定？感情的事本来应该如此，宁子不希望一厢情愿，这样太难堪了。好，我们都一起等待他的决定。人的一生总要面临许多难以做决定的关键时刻，有些决定是盲目冲动的，有些决定是经过思考而理智的。父亲，你认为此刻的我还能做任何理智的判断吗？不但你不能，此刻就连我跟你母亲所做的决定都不是完全理智的。孩子，你有可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吗？没有。可是父亲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人是自私的，我的意见只会告诉你，孩子，认祖归宗吧，跟着我姓胡，跟着我做中国人，不要再姓佐藤，不要再做日本人，把过去的30年全部遗忘，像一个重生的人，你做得到吗？
的确，我恐怕做不到。所以，你根本不必考虑我的意见。不妨去请教一些你认为可以信赖的朋友，不过他必须是智慧的。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是智慧的，可是他不是我的朋友，相反的，他是我的对头。什么样的对头？一个中国人，深不可测。为什么会是对头呢？因为他破坏我每一项的计划，而且一直站在上风。哦，你们交过手？对，尤其是昨天晚上，他有机会可以杀我，却放过了我。哦，他知道你的身世的秘密吗？整个大秘密就是他一手挖出来的。嗯，父亲，怎么了？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不过我想他是你唯一可以请教的人。如果你有足够的谦虚跟诚意，他会给你最中肯的意见。怎么可能呢？哼，虽然你身体里流着有我的血，虽然你是半个中国人，可是毕竟你不是生长在中国，所以你不了解中国，你不了解中国人。孩子，只有大才能容纳小，只有谅解才能容纳无知。这么说也许太重了点，不过我建议你不妨很诚恳地去请教他一次。父亲，这我们是敌人呐。敌人不是天生的，敌人是因为客观的环境造成的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可以化敌为友，化干戈为玉帛。父亲，你没有见过他，怎么能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我跟他流的是同样的血，因为我们是同样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没有看过日出，怎么懂得灿烂跟辉煌？没有看过日落，怎么懂得暗淡与哀伤？孩子，身为你的父亲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伟大与渺小，骄傲与谦卑，只不过是一念之间而已。你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啊。玫瑰，这些传说你相信吗？别说信了，我连听都懒得听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和佐藤的感情有几个人能懂？如果佐藤夫人真的逼他们两个成亲，我也没话说。那表示他一点也不值得我爱。这话怎么说？他曾经在月光下发誓，除了我以外，
他不会再爱第二个女人。哼，男女之间的海誓山盟，往往都很脆弱。佐藤。 玫瑰，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一谈，你可以回避一下吗？玫瑰，我说的话，你已经不懂了吗？你说的话，我永远都懂。 看样子，你是冲着我来的。不错，冲着一个敢向死亡挑战的人。哼，佐藤少佐，你这是跟我在开玩笑？我怎么敢呢？王明轩。 不要再装蒜了！哼！像你们这样的客人不必多，两个就够了。玫瑰餐厅关门倒闭的事是迟早的，小娟，把大门给关上。 今天让你开开眼界，瞧瞧这两个毒狠赌命的人。哦，这种手枪我见过，叫左轮。废话。哼。 佐藤少佐，你已经打搅了我的晚餐，你欠我一顿。这里面只有一发子弹，你我轮流向对方开枪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击中对方。敢吗？哼，不敢。敢向死亡挑战的人。 居然说不敢，挑战可以，玩这玩意儿，那不行。我这辈子赌钱、赌马、赌黄金、赌女人，我什么都赌，就是不赌命。如果我逼你呢？
你是我心目中最可恨的敌人。不过，你也是我心目中最尊敬的对手。哼！中国人都像你这个样子的吗？如果你想做中国人，我会心甘情愿地教你。想学吗？我的肠胃并不太好，佐藤少佐，这一点请多多原谅。土肥少佐的不满我能够谅解，可是每一件事情的推动都有它困难的一面，不可一概而论。不过这件军火案非常简单，人证与自白书都是现成的，牛二爷以及毛豆也等于已经认罪。土肥不明白佐藤少佐为何拖延还不下令抓人。听你的口气，竟像是对我有所责备。土匪不敢，只是实话实说。据我知道，这件案子其实还有别的内情。当初你曾经去过牛家，为什么不动手抓人？当初因为证据不足。胡说！根据我的了解，是因为牵涉到特务机关部跟黑龙会的关系，黑龙会的川端跟牛二爷有八拜之交，而你对川端非常顾忌，所以不敢动手抓人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回答我。是，当时是有一点顾忌，所以你才把这个困难的差事丢给了佐藤少佐。这样的责备，叫土肥有点冤枉。哪里冤枉？当初宫本小姐曾指示这件案子交给宪兵队承办，土匪只是奉命行事啊。既然你是奉命行事，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这样的语气来质问我？土匪不敢质问宫本小姐，但是土匪心中却有点矛盾，不得不向宫本小姐求证。你要求证什么？外面传说很盛，宫本小姐将与佐藤少佐定亲。这是私事，与你何干？若扯不到公事，当然与土肥无关。但是土肥认为宫本小姐处处偏袒着佐藤少佐，显然有阴私害公的嫌疑。岂有此理！土匪心中确实有这种想法，不得不说，虽然是被陆下直接授权的宫本小姐，也不应该忘记对职务的责任，对天皇的效忠。你这是想犯上吗？土匪从来不敢犯上，但是站在特务机关部的立场，有直言见证的必要，请宫本小姐务必谅解。如果公私不分，将如何使人服气而甘心被领导？这样的见证不觉得太过分吗？也许是措辞不当，请相信土匪对皇军、对天皇的忠心，至死不二。这一点宫本小姐请确认。好，你究竟希望我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？
土匪只希望军火案能早一点结案，希望宫本小姐能下令佐藤少佐不要再借故拖延。我不认为佐藤少佐是在借故拖延。牛二爷跟毛豆并非真正的主谋，佐藤少佐是想利用他们两人抓到幕后的大胡子，这是佐藤少佐的苦心，你应该了解。从一开始就说要抓到大胡子，直到现在一点效果都没有，反而中枪两次，这样的效果宫本小姐认为满意吗？我的确不满意，不过如果我派你去抓大胡子，你就能立刻抓到他吗？如果真正的授权，如果没有任何的干扰，土匪有把握。好，期限是多久？半个月，足够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被授权，在半个月之后，等你的成绩。王先生。哦，荒木，想不到今天你会驾临日丸株式会社，什么事啊？有事情跟我谈？奉少佐之命送请爹来。哦，你们少佐请我吃饭有这个必要吗？少佐再三交代是诚意邀请，请不要拒绝。还有谁？这王先生，一位贵宾。你认为他有这个必要请我吃饭？少佐没有吩咐。好，你回去告诉你们少佐，就算是一场鸿门宴，这顿饭我也会去的。谢谢。酒菜减慢，还请见谅。酒菜无所谓，吃也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佐藤少佐是不是有机密事要谈。正是。容佐藤先敬你一杯。不敢当，我敬你。为何发笑？昔为生死敌，今为座上客，这顿饭让我想起前尘往事，所以忍不住好笑。的确，命运的捉弄使人有啼笑皆非之感。往日你我为敌，是因为我身为皇军军官，执行皇军对华的计划，这一点王兄应该很清楚。当然，当然了，我是中国人，绝不能忍受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庞大野心。今晚我想要弄个明白，你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请我，还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来招待我？正是困惑之处，想要请教。困惑？记得王兄曾经说过，是友是敌只在一念之间。不错，朋友可以成为敌人，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，今日之友可以为明日之敌。不知今晚你我究竟是敌还是友？
是友非敌。好，照你这么说，你是以中国人身份来招待我了。勉强可以这么说吧。那么我就坦然接受你的招待了。我身世的大秘密你已经完全知道，而且我已经与亲生父亲相认，按道理来说我应该认祖归宗，改姓胡，改为中国人。理论上应该没有错，可是被身为日本人的母亲养育了我30年，在佐藤家族照顾下读书成长，所以才有今天的佐藤。若是绝情翻脸，却又变成忘恩负义的佐藤。左右为难，进退失据，所以才有今夜的聚会，想请王兄指点迷津。指点我是不敢当，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要澄清一下。请说。曾经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，你怎么会想到我，又怎么会信得过我？第一，就因为曾经对立，所以对阁下的智慧才华由衷的佩服。过奖。第二，上次在茅屋王兄一席话使佐藤深深感动，而且枪下留情，因此佐藤认为信得过王兄。你对我如此的推心置腹，我王明轩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佐藤洗耳恭听。我认为你还是继续做你日本人比较妥当。为什么？30年的生活习惯价值标准已经根深蒂固，30年的奋斗使你在日本军界崭露头角，你的家族、你的母亲、你的亲戚、你的同事都是日本人，一旦要你割舍，你就无法生存下去，就算是勉强也是格格不入，非常的痛苦。对你的亲生父亲虽是至亲，可是已分散了30年了，他也远离社会，退隐山林，对于人情世故早已洞明透彻，绝不会责怪于你的。可是按照道理来说，我应该姓胡而不姓佐藤。你姓佐藤，你是他的儿子，你姓胡也还是他的儿子，这份骨肉亲情原来就存在，并不会因为你姓什么而有所改变。我相信令尊也会同意我的说法。王兄句句中肯，佐藤茅塞顿开，容佐藤再敬你一杯。好，不过在干杯之前有一句话要奉告。请说。你身世的秘密千万不可泄露，不然的话日方会对你不谅解，极可能导致杀身之祸，这个严重性不知道你体会了没有。多谢提醒，非常感激。在目前中国人和日本人正处于极不友善的状态，而你夹在中间对你非常的不利，你应该先有个自我的界定标准，否则你会活得非常痛苦。这一点事先也有想过，不过仍然感谢王兄提醒。佐藤敬你一杯。
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我心里明白。小的只是提醒少佐，再这样拖下去的话，咱们所使的劲啊，完全都白费了吗？宫本宁子庇护佐藤英夫，佐藤英夫不行动，拿他也没有办法。不要管别人，做自己的事。你的成绩呢？根据小的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啊，这王明轩啊，三更半夜经常到玫瑰餐厅啊，有时候半夜也到牛家去啊。少佐，你想想看，这里边询问是不是很大？王明轩，玫瑰，牛家，这三条线搭在一起，的确学问就大了。少佐，以您的高见是？王明轩代表日丸株式会社经手军火买卖的人，牛家摆明了是劫军火的主嫌犯。至于玫瑰呢，跟佐藤一直纠缠不清。我一直的强调，劫军火案跟这三帮人马都脱不了关系。少佐，那赶紧采取行动抓人呢。你懂什么？宫本宁子庇护王明轩，有一副跟佐藤很暧昧的样子，甚至传说他们就要定亲了。如果宫本宁子不肯点头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少佐，那这件案子也不能这样一直拖下去啊。你放心，你只要好好的帮忙，我土匪一个人有本事把这件案子给破了，我要叫他们全部都给我滚下台。你父亲已经把全部的事都告诉你了。是。他有没有提到你的外祖父？父亲只是轻描淡写的，他说当年你们的婚事，外祖父用尽了一切的力量来阻止，所以才造成今天这样的悲剧。母亲，是否类似现在的你，全力阻止我跟玫瑰呢？母亲的阻止，是否就因为这个原因呢？没错，只不过我比你外祖父做的决定早，在你和玫瑰还没有造成任何事实之前。当初一个中国男人想娶一个日本女人，现在却是半个日本人想娶一个中国女人，同样是一桩爱情，为什么要阻止？更何况我现在等于是中国人了。你已经认定你是中国人了？至少有一半是可以肯定的。那你计划怎么样？夹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，你如何安排你自己呢？我跟父亲谈过了，也经过一个朋友替我冷静的分析，我想我还是做佐藤家族的人。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佐藤家显赫的家世，而是我考虑到很多客观的因素，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所有的伤害减到最轻。母亲，你认为我这样做对吗？不只是对，我没有想到你会想得这么透彻。你将来如何面对你的父亲呢？他永远是我的父亲，我会爱他，我会尊敬他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中国和日本立场并不相同，如果有一天中国和日本对立了，你打算站在哪一边呢？这个问题太矛盾，我现在还无法回复母亲。不过我相信我会站在公正和义理的一边。我是母亲十月怀胎生出来的，我必然肯定我是日本人。可是在我的身体里同样也有父亲的血，我也会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的。英夫，身为母亲的我此刻才真正骄傲地感受到你的优秀。
不敢自称优秀，可是必然要这样勇敢地面对，不再逃避，不再软弱，才不愧是父亲跟母亲所生下来的佐藤英夫。是谁叫你来求我的？是王明轩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。胡说，你跟这件事根本没有关系。劫军火的主谋是王明轩，支援人力火力的是牛二爷，糊涂是牛二爷的人，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毛豆的感情你是清楚的，糊涂帮过毛豆大忙，我不忍心看着糊涂一直被关在牢里。哼，强词夺理。玫瑰，我很珍惜我们之间这份感情，所以一直希望你能够把公司分得很清楚，不要卷进这场是非，这样对你对我都是伤害。佐藤，不必说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晚上有空我去餐厅看你。不行，我答应过毛豆一定要给他一个交代的。那就叫毛豆来跟我谈好了。佐藤，这样做会使我下不了台啊。公归公，私归私。玫瑰，请你不要让我为难好不好？公归公，私归私，你真的分清楚了吗？这话什么意思？如果你真的分清楚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抓王明轩？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你很希望我去抓他吗？我当然不希望，可是明明知道他就是大胡子，他就是劫军火的主谋，你却按兵不动，是不能不愿还是不敢？玫瑰，我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些什么，简直是语无伦次。我说这些话就是想告诉你，不要老是用公私分明这四个字来搪塞我，把糊涂给放了。为什么这么坚持？因为他是唯一的人证，唯一的活口，只有放他，整件案子才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哎呀，这个道理我懂啊，可是如果放了他，怎么向宫本宁子交代？你随便编一个理由他都会相信的，您不是快澄清了吗？玫瑰，你相信外面的传说吗？早就不是传说了，宁子亲口告诉我的。可是我一直很坚持。你的坚持太薄弱了，你本来就不是宫本宁子的对手，再加上佐藤夫人，你完全没有赢的机会。我有，我还有个父亲，我的父亲是中国人，因此我应该算中国人。一个中国男人跟一个中国女人成亲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不想谈那么多，如果你对我真的还有感情，就把糊涂给放了，证明你没有骗我。这根本是强人所难嘛，办不到。你办得到的，只是看你肯不肯冒这个险。我真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到底还剩多少？我也真怀疑，你是否承认你是中国人？希望今天晚上，我能收到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见到糊涂，让我对毛豆有个交代。土匪，你在我面前是越来越不像话，从顶嘴到质问，从质问到责备，下一次说不定你就想动手打人，要造反了。因为这件事情太过荒唐，实在叫人忍无可忍。这件事由我做结论，
轮不到你做任何的判断，我会处理的。重要的人证都已经放走，土匪不知道宫本小姐还能做怎样的处理。释放人证之前，佐藤是否向宫本小姐请示？如果有，这个责任当然由宫本小姐负责；如果没有，这个责任就要全力追究，不可以再三徇私，再三包庇。佐藤究竟事先有没有向宫本小姐请示？没有，他并没有向我请示。这就是佐藤的擅权。我甚至不得不怀疑，他与大胡子或是牛家有了某种的妥协。佐藤是个聪明人，他有他的智慧，这样做想必有他的深意。不可以随便做最坏的推测。宫本小姐，你庇护他到底要到什么时候？皇军的事业，皇军的荣耀，至死都不可以葬送。你不要以为你一手可以遮天，太过的庇护，太严重的错误，特务机关部同样也能做非常的措施。土肥少佐，不要太激动，这件事保证一定会有交代。所谓的交代是形式上口头上的责备，还是实质上的处罚？我已经让步了，不能再做非分的要求。总之，我的交代一定会使每个人都满意，尤其是你，土肥少佐。土肥静候，你可以走了。是。人都已经放了，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放人之前为什么不先向我请示一声？我不是被你直接授权处理本案吗？每件事情都要请示，还算什么直接授权？你放走糊涂，总应该有个理由吧？当然有，糊涂被土匪屈打成招，经过再三的调查，确属冤枉，不能不放。皇军在华的形象已经使得中国人极不满意，摩擦的事件层出不穷，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。应福兄，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军火案呢。我所说的多少也跟军火案有所关联，宁子小姐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不可以因为我们有私交就把公司混淆不清。我并没有。为什么要这么大声跟我说话？为什么要这么大声跟我说话？我若不是被特务机关部的土匪逼得几乎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上门来跟你商量这件事。应福兄，我们不要再争论了好吗？土匪是个极端主义，根本可以不要理他。站在职务的立场，不能不理，也不能不痛苦地面对，同时也不得不答应他。对于你擅权失职的事，必须有个明确的交代。擅权失职？怎么会有这样的罪名？难道还要处罚我吗？你放走了军火案的重要人证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你自圆其说。请相信我为你做的种种努力。你是故意要施恩于我吗？你忍心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？你知道外面怎么说吗？都说我徇私包庇，我已经失去了公正的立场，失去职务上的权威。难道这些都是因我而起的？不是因你而起，难道是土匪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再讨论下去了，我等候处罚就是了。尹福兄，你知道吗？
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为何不设法挽救？既然错误已经造成，处罚已成定局，还有什么挽救余地？把任正抓回来，重新审问。我不能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，尤其在中国人面前。对其他弟兄怎么交代？他在日本宪兵队牢里受的苦，就算对他的处罚了。我以前落魄潦倒的时候，他帮过我，我不能太绝情啊。王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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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坐。哦，王大哥。你突然来，想必有重要的事情啊。我听说，糊涂已经放出来。玫瑰帮的大忙。我就是专程为了糊涂来的。我告诉过你，糊涂这个人，留不得。王大哥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他一个人，关系到全局。将来，他很可能。会成为人证，把我们所有的人再陷进去。佐藤放了他，难道还会抓他吗？办这件案子的不止佐藤一个人，后面还有一个土匪。王大哥的意思说，土匪还有可能抓人？不错，土匪这个人办事不像佐藤，心狠手辣。再说，特务机关部。和日本宪兵队一向不和，佐藤放人，土匪就一定会再抓人抢功。那王大哥，你希望怎么做呢？我说过，壮士断腕，一定要把糊涂杀了。